大家好，来，舅舅和大家说一声 hello，舅舅，hello。啊，别开头！哎呦我操！你好，你好老六啊，我操！然后上路没怂啊，被干了吧？被干了，被干了！哎呀，这个海龙，就你先点他，他受不了，他就会出现，他出现了，你再喷他，死，好了死，这么玩了，知道吧？你躲一下，你躲一下，他打的是我，你躲一下，你别踩他火，你打他，边打他，打他，打他。来了，躲一下，哎，可以杀，可以杀，大招对着我放，对着我放大。走一下吧，恢复复活女啊！玩得好，这蝙蝠玩得不错。上路你，我怎么放的问题很大。你躲一下，躲一下，躲一下。杀了，但亏。哎呦，我死，塔前有野，被秒了。这个没办法，有这种 PA 骷髅王啊，一定要带一个。还可以打，就等这个紫猫，可以打。紫猫技能接好一点，我就杀他。阿托斯吹风不如绿杖，不如绿杖。可以吧？这个大招。这个英雄还是很恶心的，为什么恶心？因为你看他这个火，左右两边是卡尔的兵墙，无视 BKB 啊，无视 BKB， 你吃这个火其实很难受。下界先买个绿杖，跳刀刷新。咱们整个活啊，整一个好活，冰一下，一定要冰一下啊！这波不冰队友死了，要冰一下。操，我死了！操！这个不来缺点啥？
所以我必须得杀他，不杀他没法打。两个呆逼，我靠！被我一个五号位反杀，啊，有意思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我操！哎呀，反一下呗。塔前应该是有塔前，你怎么死了？怎么还会有一个拉？我操！断跳了，我操，这他妈这一波团战没三个大打，没两个大打不赢啊，我发现那好刺我大招。被切了，走一下，走一下，走一下。发现差一点钱，打打钱。哦，玩的不错。哎，打过了，打过了。可以吧？有没有发现双龙其实很好玩？不行，杀了一个。哎，手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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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海龙推塔推塔，走吧走吧，走一下走一下
可以准备走了，感觉吃技能的样子。队友没买啊，他说邦体啊，十分钟你技能啊，你感觉好慢啊。我他妈不是，我在那看着盾呢，我操，我在那看着我刷了。冲了，我推人群了，我要。蹲在上路，蹲在上路，上推啊！那小牛疯狂嘲讽对面，我操！还要保持。刚刚躲了个技能，手快不快？推塔，推塔。太快了，我操！你不是你推塔就是了呀？你怎么往对面脸上戳？对对对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就被拉进去，我要买活了这一波，你就别买了，我来买吧，别买活了。没买啊，买啊！我是买活死啊，你早点买啊！这把要赢很简单，就冲这个火女脸就赢了。我们这边网有问题，
蓝跳了，不是蓝替了。哎呀，这打的，这他妈打的，我操！左边有视野，左边有视野。这一波啊，这一波顺序是跳大板 A 一下，然后再二技能再 A 一下。伤害再高一点，我就不用开这个，他伤害好低啊。这个控制还是很恶心的，对吧？迪法是玩的有问题，迪法挺肥的，迪法还是输。看到没有？这个是魔晶连招，他刚才被我板结束了之后又被晕了一下，是因为有，就是因为这个魔晶，知道吧？可以准备走了，太不要死了。这个晕了吧，特别恶心。这边有一个地方，哎，差一下，我操，伤害太高，我忘放巨锤了，水友们，我放巨锤杀了，我操，忘放巨锤了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下塔叫敌法是吧？我操！
这个板断后板，我操！Hello, I'm Sumia.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，希望能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，请大家继续支持 Sumia Office。